轮五加球，第五位易建联。面对禁区两人围堵，莱多突破受阻，阿联接到分球，心中早已有了主张，就算正准步补防进个空位三分，也压不住对方气焰嚣张。提振士气只剩一个妙方，那就是直捣黄龙，迎着对方层层防守，双手将球砸进龙石的篮筐。第四位汉密尔顿。汉密尔顿抢板分球，迅速拉开一场教学大戏。田宇翔直塞方硕吸引火力，方硕见缝插针送出基地，雷蒙信手回传出其不意，汉密尔顿心有灵犀送上一记惊天霹雳。莫怪北控防守手忙脚乱跟不上，这眼花缭乱的节奏在首钢这儿就是正常现象。第三位威尔斯，同系进攻受阻，篮下一片混乱，眼见球被击飞，威尔斯眼疾手快，第一时间打响自卫反击战。面对两人围追堵截，威尔斯快马加鞭强行侧翼突入，就算逃不过最后的夹击，依然可以一招制敌，胯下运球巧妙穿过缝隙，直塞队友演绎声东击西。第二位梅森，广东同省德比，龙狮意外崛起，第三节行将结束，比分遥遥领先，可梅森依然觉得压制的不够彻底，这最后一攻还想给对方送个大礼，运球刚过中线就遇双人包夹，你们不防我还不防，一个立定跳起，皮球划破长空直入网底，就问你惊喜不惊喜。第一位孙铭徽，孙铭徽本想突破两人围堵，不料脚下一滑酿成重大失误，富兰克林策动反击，郭浩文刘征完成接力，欲将悬念来加剧，孙铭徽不假思索迅速回防，任你身高马大休想送球入筐，我也是弹跳有力脚踏弹簧，自己错误自己扛，岂容他人来嚣张。